这几天，日本人开始了大屠杀。他们每隔半小时一次，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死在他们的枪口下，中国人的人头被血腥的日本人的战刀砍得七零八落。他们把中国妇女的奶头给剪下来放在碗里，作为他们庆祝胜利的战果。有多少妇女儿童惨遭践踏？昨天下午4点钟，他们杀了好多人。女学生，嗨，小弟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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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那些女青年被强奸后用枪打死，没有死的，统统地烧掉！小天儿，你带着我们干吧。你们的账目股份都在这儿，今天都领走，带着你们的家小离开此地。我告诉你们，从现在起公司关闭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打枪？出了什么事？Oh!
Thank you.
日本人到中国来干什么？干你们这行的，才真没好死呢！ 几天以后，啸天带着他那重病的唐振海和死难兄弟们的家小离开了此地，奔向北方。